烈日下等待，看到韩国瑜立刻来个大抱抱，侯友宜一路紧握韩国瑜的手。韩国瑜开口什么都 OK， 四年前侯友宜用力切割，这回需要支持，只好再三请罪。四年前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，侯友宜做料不好，他对牙齿没安全。两度拥抱，再度道歉，侯友宜就是想要听到韩国瑜亲口说支持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中华民国，第二个愿望，希望你看看我的脚。第三个愿望，应该受西方的信任，而且把它交出来。我们一定要让他卖国财，卖民主民党。在中国国民党这个总统候选的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。下架民党，关键句终于说出口，韩国瑜还凑到侯友宜耳边说悄悄话。侯韩大和解戏马上演时，一旁韩粉不放弃，狂喊心中的男主角。激情韩粉下午还移师228公园聚会，呼吁举办非绿阵营的初选。主席都是党员投票出来的，为什么你总统选举不是经过我们党员这样的候选人？我是不会支持的。郭台铭还是虽然是生意人，可是他有那个头脑。侯友宜，我跟他是说过，他是武将，带领一个元首哈，还不够力量啊。即使韩国瑜现身，让侯友宜做足尊韩动作，但韩粉依旧心有千千结。陈玉黄、新城、郭思文、郑凯中 SN 小组。